请了，怎么一看到你就叫呢？真的好帅，有没有？有。两位超级偶像。帅不帅？你看你们这些人，刚才还说我帅，现在马上又变了，是不是？所以你们都是在搞笑。没有没有没有。那这样好了，我们先让每位跟大家一个一个打个招呼，好不好？Hello， 大家好，我就是《不可抗力》里面饰演书面小念的小白王博文。耶、yeah ！欢迎小白。为什么鸦雀无声？少爷，你看什么呀？能不能不给我呐喊？Hello， 大家好，我就是在《不可抗力》中饰演谢野的孟瑞。哦，刚才有一个 VCR 是你们俩拍的，然后其实是这次为了上海见面会拍的，对不对？是的，是的。刚才好多人尖叫，因为你们拿了一个烟灰缸，还有一个碗，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两个自己做的，就是手工自己做的。我们给对方做了一个礼物。好，就是为什么要做一个碗和一个烟灰缸呢？不是烟灰缸啊，弄得少爷好像抽烟一样。少爷就是一个瓷器，然后呢有一个小白的金狗坐落在中间。我那个就是一个碗，让他平时吃饭或者喝汤用，然后有一个小骨头镶嵌在旁边。但是那个碗我拿到食物的时候，他做的时候还挺大，结果我收到的时候变成这么小。因为它烧制的过程之后会有就是买家，就是有的时候会缩小，有的时候会膨胀。等一下，我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好不好，少爷，请问什么时候会变小，什么时候会变大？哎，我觉得这个问题你问我真的是热胀冷缩嘛，对不对？现在少爷应该就是小的。就是那个碗呢、我拿到手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小啊，然后你拿了两下，玩了两下就变大了。你我是说碗，你们在想什么？没有，然后它就特别像，就真的像狗吃食的那个食盆，你知道吗？就是我看到的时候心情并没有很好。那你的那个东西也没有好到哪儿去，但是我们这是双方给的一个纪念嘛，对吧？对，那我那只狗有没有很可爱？那个狗我跟你说烧皮了，本来你知道它点那个眼睛啊，然后烧完了之后变对眼了，就是好像有点花了是吧？但是它眼线妆花了，可能你看你东北话会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哎，就像你是台湾的吗？对其实我的老家在就是台湾的花莲。你好真的吗？香耶！哎，那我刚从那边回来，我觉得你不像那边的人。这样好不好？你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你可以用台湾话讲一个加油加油加油，可不可以？就试一下。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不要点燃今天晚上的上海？要不要？要！有没有这个信心？要！我没有哎。那你说吧。没有的话，你就给大家加个油好不好？一定要加油加油加油！所以你是林志玲吗？哎，台湾不是，我不是这么，你刚从那边回来的时候，我不是这样讲话吗？林志玲就是这样讲话的。你见到她了？我梦里站起来，这个我在梦里见到的。在梦里见到。站起来，立起来。刚刚讲什么？我们都没有听懂，对不对？真的没有听懂。啊，有机会教一下大家，好不好？这样好了，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哦，这样的真的。你的意思，台下坐的都是老司机，你们还装什么少女？江湖老炮，我跟你讲。就是老司机，那这样好了，因为今天第一次在上海做见面会，也很开心跟大家见面。不然我们先来做一个热身赛，好不好？今天要一整场跟大家一个愉快、开心、难忘的 party， 所以不然来一个热身。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让两位看看默契度，好不好？好。然后两位请转身面对面。哎，你不要把后背对给别人，好不好？好。然后这个时候呢，两位要对视，好不好？然后因为平时他们都相爱相杀，所以现在你们就要看着对方，看着彼此的眼神，不要笑，看谁先笑，谁先笑这个输要接受今天非常厉害很可怕的惩罚，好不好？有惩罚才所以要考虑清楚哦。好，面对面 1,2,3 你们可以对对方笑，但是自己不可以笑，可以逗对方笑。你们看到是谁笑了？谁笑了？你什么进洞房啊？进洞房啊！我没有笑啊。
那这样好了，刚才这一轮不算了，都没有笑，当事人不承认，我们再给两位一个机会。什么叫当事人不承认？你管管他。啊，肯定是了。所以你就在外人面前真的很怂，真的是。这样我来，你知道吗？你们一人放句狠话，好不好？然后可以挑逗对方笑，但你自己不可以笑，因为笑的那个人要接受惩罚。你放句狠话，你敢说吗？就你不要，我就希望你看见我不要笑，就不要露出平时在哎呦，亲一个，这个上面露出来，发现这样的粉丝没有啊？你不是说你最怕看到我的眼睛吗？所以我今天就一直看你。好，两位准备一下 ，one two three， 不可以笑啊！谁先笑就要接受惩罚，但是你们可以逗对方笑，用什么招数都可以，可以用肢体。谁笑了？等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亲到了吗？没有。我刚才看到他，我就忘了在玩这个游戏了。他一看见我他就愣神儿，你们都就是回到那个戏里面了，对不对？不是回到那个，就回到生活当中。回到生活里面。那我问一下大家好了，觉得刚才是谁输了？夏蕊。好，这样好了，我们来公平举手一下，每个人只有一次举手的机会，好不好？觉得是小白输的请举手。哇，刚才叫我名字的时候你们没有这么热情啊，现在这么热情啊。所以输的那个人是小白，对不对？对。哎，他没有举手，他说我不用举手，结果已经很明显了，是明示。不是，哎，你们俩，你说你之前上场前给了多少钱？500。我说500，比我票价贵。我买了张票送给大家。主要我以后可以把这个500块给大家，给粉丝会长，好不好？下次再多买2张，带2个人进来，好不好？嗯。哎，那这样好了，因为输的是小白，所以小白一定要接受惩罚。然后这个惩罚就是这样的，你要背壁咚。谁带壁咚的？你们说，你看是他们讲的，不是我说的哦。那你也要接受惩罚？哎，不，应该算福利的哈。好，所以少爷，你要在现场壁咚小白。你们想要看什么体位？不，对不起，你们想要看什么姿势？我跟少爷经常壁咚我，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壁咚他一下？你们俩不要是吧？好，再见，拜拜。哎，回来，小白，这样好拉我吗？怎么？我来，这样好不好？我来帮你们当那座墙，好不好？你们要看哪个这样的体位，应该看比较清楚。你当墙是吗？我当墙，我不想壁咚吗？你这个墙也太瘦小了。对，好，我在后面撑住你哈，这样因为大家看得到，不然看不到嘛哈。所以少爷要壁咚我的时候，要壁咚你的时候，少爷要这样。哎，你在哪儿啊？我在这儿，在这儿是吧？对，我垫了很多内增高在鞋子里，因为这样大家看得清楚，不然在屏幕上可能你们就看不到了，是不是？好，那我在后面帮你撑一下，好不好？好，我是强，对，我来撑一下你，好不好？他太高了，我们往中间一点，好不好？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好，你们要走过来，是不是？好有戏哦。好，我就是那个强。我什么人怂过？你们退吧，你们现在退吧。这样好不好？壁咚的时候应该是很浪漫的，我们稍微不要像菜场，好不好？我们感觉这是像新婚现场。没有，我们的粉丝不许这么说了，他们很接地气的，好不好？我们给他营造点浪漫的气息，好不好？不然人家怎么壁得下去了，好不好？不要强！好，你敢吗？什么东西？我说你敢吗？不要强！你敢壁咚我吗？我不经常壁咚你吗？有吗？所以你现在你敢不敢？我就问你。不是，我想说就是，你现在壁咚我这样的话，我现在不太方便。是现在还是今天不方便？为了我们的梦想。我说为了我们的音乐梦想，为了他的影帝梦想啊，所以我们不能太剧烈的运动，容易受伤。幸亏你提醒了我，所以也不好意思让大家受惊了啊。
哎，对不起，我也当老司机。刚才这个位置你们习不习惯？如果不习惯的话，我们可以把屏幕让给你们，真的作弊用的墙壁，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刚才好像我不太合格的，是不是？眼泪。所以啊，就是你们就是喜欢看，是吧？是不是？好，那我们就演给你看，让你们开心，好吧？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们宗旨就是你们开心就好，好吧？为偶像鼓掌，好不好？这就是墙壁啊！刚才以为你要说的是，所以你们就喜欢看，是不是？那我今天就亲上去。你说你这个什么东西？亲，真的要亲上去哦！不亲上去是小狗。哎，你刚看那个女生，她撅嘴的，她是不想看吗？没有。这样就说那个，她说：“哎，你闭一下，亲一下吧。”哎，对，等一下，那个什么意思？真的吗？你看，你看那边还有，就是这个女生，哎，拿张伞。对，就是这个，你看到没有甩脸？他生气的，他对，进来就甩脸。好，那我就想念一下你，你才能避嘛。好，不是想念你也避不了我。对。哎，你啥时候我避不了？你梦想都有了，我还避不了你？那是想念的时候才有了我的梦想。小便，你的意思是？小便。哦，小便都不知道你在这主持干嘛？我故意的嘛，我抛砖引玉嘛，对不对？不然怎么显得出你这么聪明有才华呢？是不是？好，那就把这个墙壁让给你们俩了，好不好？好远啊！那人没有墙壁，那你上来让他壁咚你，好吧？来，上来，离得近啊！你们是想看他们两个，还是想看我们两个？啊，那行，那来吧，上来，有人壁咚你。你们俩是来说相声的，是不是？好不好？先壁咚。我把下一个通告的钱出掉，早说的吧，就是爽快，喜欢你这样。你让他出，他没钱。让他出，来说一下你的价格来。你出吗？你出，咱毕总毕，别认真了，我们开玩笑聊吧。我把那个钱留给你们俩，毕总，真的是。来，小白反攻，加油！加油！加油！怎么，您回来了？今天你穿的这身。我觉得有点好看嘛，有点好看是吗？扒掉它。对，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拉灯？计程是不是要先关灯？老师怎么不关灯呢？扣你通告费好不好？嗯啊，挺有默契的。主要讲到重点了，因为这衣服好看，因为两位穿的都是 Seven Crash 的衣服嘛，对不对？好不好看？好看。刚才差点就被拔掉了，是不是？好，那刚才呢，我们是做的热身赛，那今天正式的活动就开始了，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考验一下两位在舞台上今天的默契度，所以我们第一个环节就是幸好有你，我们要跟大家来玩一个默契的互动大考验，请上道具。好，那请少爷和小白听好，这一轮的游戏呢很简单，我会提问题，然后呢，这个是我的应援，哎，这样，你比较黄，你拿这个。他为什么比较黄？我比较红，所以我拿这个。啊！是不是？对，开玩笑，开玩笑，他黄。不过刚才拿你屁股那个 my SM 的啊。哎，你懂的东西还蛮多的嘛。我看好你哦。我是个成年人。他这儿。抽打的，我也很听话的，好吧？好了，那两位听好喽，我会随便提几个问题，你们要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指向那个人，好不好？好。二选一，好，两位请听题。第一题，两位约会谁比较爱迟到？第二题，谁更不爱洗澡？谁比较爱吃醋？他跟我什么事情啊？他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因为他穿的绿衣服，你应该戴个绿帽子。那我这也不叫爱吃醋，我只是比较爱劈叉。是被劈吗？都可以。好，好，下一题，请听好，谁比较爱做运动？哎，等一下，这个是你指的什么运动？那这个得问一下两位了啊，少爷，你喜欢做什么运动？就是什么上？啊，船上。你说是划船不用桨全靠浪吗？小白爱什么运动？哎，我等一下，我先问，喜欢白天运动还是喜欢晚上运动？喜欢陪他运动。没有，其他时候我陪他一起去健身，然后我们练器械、游泳什么之类的。哎，你今天怎么变机智了呢？
等一下，我问一下，没有，他刚才在场下说我情商低，我心情特别不好，所以我今天要展示一下。什么时候说你情商低了？你永远都是情商高的宝宝。不是，一般长。所以你今天是第一次叫我宝宝吗？啊，你们听过是吗？我怎么忘了？看来你生活也很丰富啊、那我问一下，运动的时候只有练器械和游泳，没有别的吗？还有一些就是双人瑜伽之类的一些。好想啊，什么？你不说想看一下现场展示啊？不行，少爷不行，他支撑不起来，他只能在底下。所以他在下面，你在上面。对，那肯定。我先，你喜健身的话，我一定是在上面。哦、你喜欢在上面？就是我压着你做那个动作嘛，就是我们那个瑜伽动作，高难度。哦，所以你要挑战一下吗？那你如果你要是我的话，那我就试试，我做几个动作，你能做吗？好吗？我做不了，你就现在就给我闭嘴。我跟你讲，我其实平闭嘴，不理我呀，你就闭嘴。我让他闭嘴，他敢不闭吗？就是没打气，不是你们看热闹吗？不嫌事儿大了吗？下一个题，下一题啊！两位请准备啊！请问谁的技术好？少爷，你奇怪的，选错了吧？我乒乓球啊，对，他喜欢在上面，所以他技术好。下一个，哎，你看到那个乒乓球拍了吗？我技术真的比他好。哎呦，对，得奥运会冠军的马龙助我下铺位之前，我的技术能差到他？经过你的训练，乒乓球他绝对是我的。你喜欢张继科是吗？那挺好的，我们艺人我喜欢张继科。那你这个走错场了呀，宝宝。合理好不好？前后退了啊。那个问一下，小白是乒乓球技术比较好，那问一下少爷，你是什么技术比他好？你必须说一个。什么技术比他好？什么？火车。开火车哦，我有一段时间开火车，后来突然就变开高铁了。哎，你平时不是说你有私人飞机什么的？有私人火车这回事吗？有吗？私人火车？少爷，你说一个好的好不好？你说一个你什么比他厉害的技术？我跟你讲，其实除了乒乓球啊，我各方面都比他好。哎，还有唱歌，他也比我唱得好啊。别的我都没有你好。别的我是指在就是我们两个的私自的空间里面啊，这你能听得下去吗？我还有一样东西比你好。什么？我比你好。什么东西？我比你好。你什么活？就是生活类的一系列就细节的东西，比如说铺床单啊，讲清楚吧啊，什么换个被子啊，这些我都不会干的。所以你就是细节的东西，我活比较就你比较勤快一点，对，就是我快，不是贤惠，生活中照顾他多一点，对。好，那就最后再两题，好不好？好，最后两题，谁比较黏人？互相指对方，谁比较黏？你们说。小白。看得出来你们完全没默契啊！那两位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对方？就是我指的应该很正确吧，对不对？对。哎，我觉得应该他指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指我？就是你比较黏我呀。也是，不黏我吗？所以你们觉得就是我天天黏着他？你的意思是好像不屑？对啊，就是有很多人想黏着我，不止他。所以呢，完了，生气了是不是？我们马上闹剧了，生气。所以他在扔东西是吗？对，生气了怎么办？跟谁俩？主持人就靠你了，我们两个可能要下台了，好不好？没有，就是这样啊。就是虽然很多人黏着我，但是我也爱黏着你啊。就我们两个互相都黏。哎，连体婴吗？没有，其实最好的一份感情、一份友谊就是相爱相杀。我觉得看得出来有斗嘴的地方，但是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相处很开心。我们两个没有杀呀，你在挑拨。对，你挑拨。被发现了，对不起，我搞错了，我是隔壁张继科这边的。那这样好了，最后一题，这道题就是真的会让两位可能出分歧了哈，看看你们俩过期度和这个合作度哈。三二一，谁更帅？少爷最帅。
小白很好，直接就举你，你为什么要举他，要举回自己？我开玩笑的，因为他天天就是这样的。少爷在我们心里最帅了。今天怎么突然说假话了吗？既帅的帅。你刚刚下面那个单身汪受到一万点伤害，对不对？现在好不容易没有，上面说没有受到伤害，吃了十万狗粮，是不是？分我一点啊！我觉得好多人都胖了啊，最近狗粮吃太多了，我们。好了，这个算第一个环节，让各位热身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你们喜欢的道具先收起来一下，好不好？这个站在他，我们还没有跟上面的朋友打招呼。对对对，上面的。我看到你们两个箭头了啊。两个后面的白，我看到你们了啊！谢谢，有没有？二层的朋友真的是挺辛苦的啊，因为就是二层他没有墙靠，刚开始对，所以就是我们今天也要照顾一下二楼的宝宝们。什么？照顾一下这边有二楼的朋友啊，三楼是不是还有？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其实他们站在这边挺好的，因为他们视野直对我们。对。远是吧？对，所以你很，那你跟他换一下位置，你愿意吗？好，OK， 谢谢大家。好，那这两个小道具谁想要？好，谢谢。我跟你们讲，你们一会儿下出了先揍他，好吧？一会儿你把你的微博说一下，让他们人肉一下你。我的微博就叫……没有真的想问。大家多支持两位了。好，刚刚是第一个小环节，热身一下。接下来呢，要看看你们两个是不是有默契，一样动作，你们不可以看鼻子，好不好？好，那再开远一点点，不可以看鼻子。我要说这个题目，看两位演出来的是不是一样的哈？请听，三二一，比一颗心。好像是一样的，是不是？你看，你真的也说瞎话了，对吧？两个。都收到了，有没有？这个比较容易了，这个还有两个手，你拿着麦不累吗？我诚心诚意的。这是什么？爱心妈妈呵护全家吗？主要是智商的问题。Excuse me， 对不起，我是说你是长得好看，但是智商高。好，第一个爱心卡，那接下来再来一个，两位听好，三二一，生气。有没有一样？有没有同步？看得出来，所以他是对嘴，我是撅嘴，是吧？他是跺脚，我是撅嘴。你看完蛋了，三个人都没有一样。这个题你要再不跟我一样，你回去就废了。下次敢说？再不一样，我哪知道什么题呀？下一题再不一样，两人散伙，好吧？好，或者最后揍他，请听好，三二一，亲亲。这一题对不对？两位给烈烈。好，回去那个微博评论刷一刷，多转发一下好不好？朋友圈也要刷一下好不好？也要请那个 APP 前面的朋友好不好？突然好热，燥热，脱吗？不行啊，脱掉，上衣脱掉，为了我们的梦想，还是先穿的对不对？好。第三趴，我考验一下两位的默契。是。第三趴就直接回答就可以了啊。请问，喜欢牛奶还是酸奶？牛奶。请问喜欢上面还是下面？什么？喜欢上面还是下面？上面。下面是什么？你说的下面是吗？上面。哦。洗澡从哪里开始洗？头。脸。哪个头？没事哈，恭喜帮我留了。乳头。哎呀，我怎么用麦克了？不像你们听到了是吧？像问一下大家，乳头是什么？好，我们是一个纯一的偶像组合，不可以这样，好不好？来，睡觉的时候朝哪一边？面对面。好，最后一题，我喜欢向右，因为我左边就心脏会做噩梦。他就是向左了，向右，向右，向右，我向右。啊，这样，好，明白你们的体位哈。来，最后一题，请问脱的时候先脱衣服还是先脱裤子？裤子。
我先脱内裤。你倒是脱给我看一看，现在你可以先脱内裤。什么东西？对了，对不起，先叫隔壁张继科好不好？他在调戏我。对，你看出来了是吗？我刚才一下子他就怂了。对不起，我错了。啊，那别了。对不起，我错了。哎，你真的是给足了他。对对对，因为呢，你要只要跟他一碰一下，他马上就怂了。没有三遍是吗？我觉得剩下三百，好哥们儿就应该这样吧，对不对？好，那接下来这个游戏是算先告一段落，你们满不满意，开不开心？我觉得两位是真的有始终和坚持，能让大家开心。我觉得为他们的付出和这些汗水鼓个掌，好不好？也要谢谢各位不认识的听众，谢谢。好了，今天在现场的玩的游戏跟大家互动这么多，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见面会呢还有很多，他们俩的才华和才艺要奉献给大家。所以你们两个有没有唱过歌给好多人第一次来？是不是第一次举手一下？你看，好多第一次来的，有没有现场听过他们俩一起唱歌的？我们两个好像真的没，就是正式在外边一起合唱，对，只有那个就是在网上这种，在家里，在家里洗澡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我洗澡的时候爱写歌？我看那个网上大家留言说的。好，那这样好了，今天我们要不然让两位唱首歌，那你说说看，第一次在这么多朋友面前又是现场，好多人第一次来的，你们给他们唱的先心情怎么样？因为今天少爷身体不太舒服，他已经发烧好几天了。今天他烧退了，但他嗓子状态特别不好，所以呢，如果一会儿他要破音或者什么，虽然是正常现象，但是呢，大家还是要体谅一下，因为少爷就说了，他就想看到你们每个人的笑脸，他所以说，所以尽管嘲笑我吧。没有，因为所以是今天嗓子确实是有一点那个，就是有点确实不太舒服。最近嗓子也是，但是人家就专业歌手还是不一样，所以咱们一起鼓励一下好不好？这样好不好？两位都喝一口水好了，好不好？谢谢，谢谢。喝一口水，然后今天第一次在这么多朋友面前正式的演唱，然后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第一次哦。那这首歌呢，你们有没有猜到是什么歌？甜甜的，很甜的一首歌。为什么要是这首歌？你们知道的，他们出钱呐、啊，点了这首歌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现场留给大家和留给两位，我们感受一下这个甜蜜的气氛，好不好？嗯，欢迎两位，甜甜的宠爱，唱跟我们一起唱。却对你甜甜的笑脸打宝贝，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说话的手缓慢而快，每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每一秒每秒我都很喜欢，街边摊的几何图案和你红红的脸，到底有多少个答案？嘿，我只想给你给你说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好想给你对你说爱，在短短几个礼拜，心情好因为你不在。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想期待。天气总是不做什么是爱，却被你怀抱。你长得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好想把你装进口袋。其实我有一个好想在准备打算，又到十年以后再对你说。你们最大的房子，最酷的汽车，都给世界每个角落。我不信。只想给你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但我想给你肩膀，
你不要走，等一等后，等我来牵你的手。是爱，到底是爱是爱，我是否不可慢动作可能的一个哦。我想这就是爱，明明这就是爱，我看你看你想你要你这期没有哦哦哦。你们来，我想对你对你说爱，就算就算就算喜糖来了，哎，你们有看过吗？是什么？你们有看过吗？两位先休息一下，先请坐，好不好？请坐，请坐，请坐，谢谢。对，我手上有一个红色的盒子，上面写了一个英文，写的 friendship is no。对，少爷您辛苦了。所以刚才是求婚啊？你在求婚送水呀、啊？你傻呀、啊？我开玩笑的嘛，聪明是他聪明啊。那刚才我拿这个盒子，两位唱完歌以后，有没有对这个盒子有很多印象？这个红色的盒子，什么时候有见到过这个盒子？还有印象吗？这个盒子啊，这个盒子是在我们不可开列的那个电影里。不可抗力不是不可拍力，不可抗力不是不可拍力，它是东北话。我刚才说的是什么？不可拍立，对，最近我们台湾喜欢把抗奖牌啊，是哦，哦是哦，对，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在拍摄电影，好说，就是拍电影的时候我们道具，哎呀妈呀，道具，然后现在看到这个道具，这个红色的盒子写的，哎，其实这个盒子当时是你收你的盒子，然后收藏的都是我的东西，对不对？对，嗯，都是你的裸照什么之类的，有一些不能告知的秘密。都在这个盒子里。请问有些什么秘密是不能告知？袜子不能说的秘密，啊、不能说的秘密。怪不得怎么告诉别人了，怪不得这么香的味道啊！还有些袜子，还有些什么鞭子什么之类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翻译一下，他说的就是那个皮带的啊，就简称鞭子和皮绳。对，好，那这样好了，这个盒子可能对你们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部影片当中，你们有出现过这个道具。带分哪个皮带？在这儿，在盒子里。那我相信有很多关于当时画面的回忆。你们会聊天，你聊天就行。你挑逗我干嘛？要不我们先不是？哎，不是，不是，不是，你看我就有欲望吗？就控制，你就控制一会儿不行吗？行，可以吗？对，保安送皮鞭来。啊，那这样好了，这个盒子对你们来说有特别的意义，然后有很多拍戏时的回忆，然后当时的场景，那我们就请你们打开在里面选，看看有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好不好？好，看看会告诉你们什么样的回忆。好。这就显示上。不用了。哦。什么鬼？真的藏的是那。啊！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张照片，是吗？啊！是这张啊？请问那个脸上红色的是什么？很简单，不是吧？是口红吧？我看是血，啊，真的血，谁的血？血香，有一些女生的血。被我杀死的几个女生的血淋在了我们的身上。对，他们今天来了，回到现场
只让你说。哎，你嘴怎么那么欠呢？其实那张照片就是我们当时拍的那玩意儿，大结局那场戏吧。大结局的那场戏。对。然后。因为当时是。就是床戏嘛。哎，我可以暴露一个爆料吗？可以。我要看的就是爆料。就是这场戏的时候，是我们最后一场戏啊，杀青拍的一场戏。对。拍完这个就杀青了。然后当时我们拍到了凌晨4点多、啊，然后最后一场戏真的是特别关键的大戏，我说了一个我特别不专业的事，就是我睡着了，就是我在躺在那儿，其实就是我昏倒了，啊，但是我睡着了，然后我是被他的眼泪给击打的时候击醒的，你知道吗？特别好笑的是什么？就是我不是冲到房间吗？把他抱起来，然后他居然还给我露出。他要教育，就是我说小念是不是就说了台词之后，他说少爷，他有一个这个，结果他在做梦，他就真的叫了这声，你那时候睁眼睛真的叫了？不是，我那个时候是我被你的眼泪激醒了，然后我就睁开眼睛，我就说这个镜头带到我没有？然后我睁眼睛是不对，然后我就想没事，半昏的状态是可以时不时睁开一下眼，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这样醒了，然后我就。镜头觉得我好像是睁眼了，是不是？但其实那个是故意做的那种，就是迷离的状态。如果我真的不睁眼呢，我不死了吗？所以说还是要告诉大家我还活着，活着没死。对，不过你刚那个少爷也很像死了。对，那你死定了。哦，对不起，我开玩笑的。好了，其实就是说，这场戏有很深的印象，而且确实到那个情境里面，所以你哭得稀里哗啦。对，那天那场戏我确实投入了好多，因为我那一天都是哭戏啊，对，所以那场戏就到了凌晨4点，我是该用技巧也好，还是就是用情感也好，就真的是快精疲力尽了。今天拍完特别累。黑的我也有，哪个？那包是吧？同款。他刚去后台拿的。你这台上聊天儿？不是，你不说吗？让我今天让大家开心，所以你说你不是说让我照顾好他的吗？那下次多少不是你说的吗？啊？聊天儿呢？我喝了7个吧，好吧？是不是？是不是应该好好照顾一下你们？用不着，用不着是吗？操那你受伤害了是不是？这样好了，刚才那个少爷讲了一段，这张照片让你来选，不用来讨好我，没有用，我不会跟你在一起的。我真的要自取其辱，是吧？吧，我就喜欢自取其辱。可以选这个吗，少爷？可以，我要选错了我就不选了。我拿什么？这张你都拿出来了，你怎么这么假现在？少爷，你穿的是什么鬼？这张照片给大家解读一下。哎，少爷，这条裤子啊。这条裤子是我的裤子，你们知道吗？你不觉得他们都是侦探？他穿完之后，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再穿过吗？因为这个部位裂了。哪个部位裂了？就是我那天试穿完之后，我回去穿一下，我回去一看，哎，怎么是开裆裤？就是可能是有一些突然感觉有点凉快，是吧？有些肿胀，它的某些裂了。不是，就是。裤裆那个对不要说是怎么这么粗俗，是臀部。对，你看你们下次讲臀部好不好？问一下小白，那这张照片当时是一个什么场景？为什么把你的裤子给他穿？不是我给我们两个要特意换的，是因为我当时练舞，然后我也是精神不太，我穿了个牛仔裤去，说他是神经病，然后他让我陪他去，结果我去了之后，我看你穿牛仔裤，你是来谈生意还是练舞？我说我还穿了个运动裤，我戴了个帽子啊，然后我就说那我跟你换一下吧。最后跪的时候，然后就裤子都坏了，然后又挺疼的，然后他就假心疼我的说那要不要换一下裤子，然后他以为我肯定会说啊那不用了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已经收手了，然后我说需要，然后他那行，然后就是这样就给我穿了，就托给你了。他的话70%去掉演绎，30%真谛。所以你的呢就是100%的谎话，是不是？宁愿相信这世界上有一个谎，我一辈子相信都是你这张特点。好，对不起，我们来看第3张照片。所以你是不太想跟我们聊了是吧？这个背景是你的衣服的颜色，绿的吧？绿
色儿了。少爷，好，剩下还有四张照片，你们看一下，要选哪张照片，跟大家解读一下，你们想喜欢哪一张就拿哪一张，是这一张吗？好，还有，还有。风流倜傥，面若桃花，唇红齿白，好好看的、哦、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吗？这个照片，这张照片我们两个是中了那个小助手的圈套。小助手，对，你知道他前一段时间他在微博上，他突然发了一个微博，然后那个上面就说，反正类似于给粉丝的一个回馈，就说照片上会印我们的唇印，然后我当时还看到了。我还在想他演戏的这么能骗人了，对，纯一卡，对啊，上哪儿弄我们的纯运去，结果那天就让我们选口红的颜色，说什么现在流行斩男色是一个话题，他说这个话题你喜欢什么颜色，你就觉得女生换哪个颜色最能斩我们两个的心，然后我们两个也不敢不接这个话题，很认真的在选，不接了之后好像我们俩有多土，不跟潮流，对对对，小助手太坏了，我们很认真的在选完之后呢，少爷就选一个奇丑无比的紫色，你知道吗，就像被蛇咬了一样，然后我就很讨厌那个颜色，我最先排除的那个颜色，结果他就选了，选完之后他把他这那个不喜欢的颜色是不要了之后，他手里给你了，默默转出了少女系的颜色。我喜欢少女系，他那个手机对不对？我是不是喜欢？我告诉你，深色都是老年人用的。我喜欢少女，是不是场下都是少女？是。对吧？看到了吗？也是。我告诉你，那两个深色的奇丑无比的口红是我们编剧梦梦大人的。拖出来，默默今天有涂吗？然后我就特别讨厌那个颜色，我就说千万不能看到那个颜色。结果他涂完之后，我在看底色，弹幕我说，少爷涂的颜色就是你平时的唇色。天哪，他们竟然说这个！我刚说完涂完那个像被蛇咬了，所以我天天就是我现在是中毒的状态，是吧？要不要谁来救你一下？来，你个人我帮我解释一下，中我的毒了是吗？哪个是你的？什么东西？是我。右边那个，好，那这个照片就是被小助手坏了。所以你们到底觉得我们两个哪个唇色好看？是吧？你看看这，我多了解这些女孩。所以你是斩女色，不是斩男色。我这个就是斩男色，男生看到我都有欲望，是不是？你是男生吗？哎呀，人家是女孩子吗？两个人，我这样说句公道话，你的是16岁的少女色，你的就是18岁的少女色，好不好？稍微成熟一点，好不好？那刚才这三张照片勾起了我们拍戏的回忆，然后也有一些生活中的趣事。那接下来我们要真的展现两位的实力的时刻了。刚才这个是戏剧里面的片段，对不对？是。好，接下来我们要请两位来看一看视频的片段，然后你们要在现场呢，来通过你们的方式来演绎，好不好？好。OK。那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大屏上要放的第一个，没事，不热不热，你们删吧啊！你们俩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戏剧？待会儿两位要怎么样演绎呢？请看大屏幕。哎呦，老干斗啊，老得哇！因为你年纪太小了，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戏，你们看过吗？我说我怎么也没看过。哎，你刚才还说你想演这个，你怎么没看过？我喜欢啊。他拿出来的是什么鬼？拿了一根枪。我也是枪。这些卧底可真有意思，老子天台见你，我不像你，我光明正大，不要的东西，我要的你还未必带来的。什么意思？你上来还晒太阳呢？给我的机会，我给你机会。我以前没有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刚打完手，看他那边比较好点。这么长的台词啊？对呀、啊，是进步啊。那就让我死。真的对不起。我是警察，是警察。对呀、啊。没事，你们可以随意发挥啊。两位来中间请。那你们觉得演绎这个无间道版，但是如果跟刚刚演的一模一样，就太没有挑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加点难度，好不好？两位的扑克汤里面都是演技派，所以这样好了，两位等一下演同样的片段，就是很狠，但是你们要用韩剧的纯爱三打。我们要看到火花，好不好？那鉴于你们还差两根枪，好，这里我借你们两把枪吧，哈。那这个枪，红的是你的，黄的这个枪还不如我的枪吧？谁小对不对？哎，我把那个重机枪扛上来，好不好？哎，算了，好，是小了一点。你少爷的枪比较大哎。什么？我说什么了？他是说手指啊，确实这个手指要大一点的哦。对，就是比你粗啊，这个手指的。啊，你是细长型的吗？不是，你的手是细长型。好，最美的手。好，这样，那这就是两把枪，你们演这个剧情，但是要纯爱的韩剧风。我没有枪。好，你没有枪，对不起。他说他喜欢梁朝伟，刚才跟我说。好，那你就演梁朝伟。然后好的，台词你们可以随意发挥，但是我们要看到纯爱，要看到韩剧的感觉，好吧？那就是你先上场寻找，然后突然看见我。对。我其实就是去逛逛，然后突然看到了你。逛逛。那我们现场来到韩剧里面，好不好？啊。You are my destiny。我唱的挺好啊。比我们少爷唱得好、不许唱歌以后是你唱得好看不是我现在这样上去我在突然发现他是不是人以为我瞎费力带来，你能不能记点词儿？脑子怎么回事？是，再来一遍啊！不像出头吗？我要的东西呢，思明的。我要的东西你也未必带来了吧？啊西！什么意思？好棒啊！好人呐、小白风别安慰小白风我是个警察韩金满未必吧 but 查老黑저는남무남무查老黑你说的是你什么鬼？男的亲鬼？什么？有男亲鬼？让我脱衣服？你打我？好大！你忍心打我吗？所以你对刚才我们走的那个环节满意吗？满意。你要是真的开心就想弄死我的话，那你就打吧。你怎么今天怎么变成那个什么袁慧？今天你对这个环节满意吗？我很满意。这两天真的给我玩的。你还有什么期待吗？没有了，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真的好可爱，而且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到后面是不是？然后就是少爷的韩语是真的好厉害，好厉害，我超满意，你也很满意，你们满不满意？满意。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刚才这个是算一个挑战，那接下来这个有的难度会高一点，好吧？刚才是不是叫相爱的感觉？最后你把一个无间道变成有间道了啊？是啊。最后是什么？还有一段是？还有一段，这段难度会大一点。哎呦。心好累啊！心好累。回去看，在我们两位先坐一下，我们看完这段片，超级没人评。我们是在这儿坐吗？对对对对对，超级没人评。关键也有小黑屋，好不好？我们来看看第二段影片是什么，接下来要怎么演绎呢？先来看大屏幕。哇！谁演谁？我留在这儿就是为了跟你睡。这台词儿一定要。来，出场。吃饭，来来，少爷小白板 ，Action！ 哎，啊，多话天 啊， 啊，那我再走一遍。去铺一下床。跟我睡呀！人家就想跟你睡呢。不太好吧？讨厌了，你应该说人家去准备一下。啊，那我去。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加油！什么？用力一点，用力，好好。你喜欢玩这种？是。下面人还没绑呢，看他们挺享受。不好意思啊，爆粗口了，帮我剪了，谢谢。你怎么能骂人呢？
我手被绑上了，要不然我还能这个姿势。绑好了。那我们开始了。臭不要脸，一脸什么色相，身上，哥。我是群众演员，我拿钱的，我厉不厉害？厉害。可爱吧？你在认识我之前去哪个场所工作过吗？去一些乒乓球场所。对，打过球嘛。对，所以这个版本还可以吧？还可以，可不可以？我觉得其实本来这个戏其实有难度，一个是词儿很长，第二就是要让你们很用其他方式演绎，确实难度很大。但是我觉得你那个就是那个真的特别到位，是吗？就那个，行行行，人家演就是到位，你演就是他妈的对。那不然怎么说你们是就是一对好搭档呢？是的，好，那个我就是为了衬托两位嘛。那刚才演完戏以后，大家都觉得很过瘾，对不对？我们也希望两位在演技上有更大的突破，然后以后可以演出更多的好剧，好不好？现在结束了是吧？这把我们让小白先休息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小白，小白先生，带着你的红色儿，好。一会儿见，真的很可爱。我觉得小白就是生活中的一个开心果。可爱只能我说。对。不好意思，你上台之前其实还是要做点功课。对不起，我也收到了一万点上海星，还有狗粮在分我两口。没有，我是觉得其实有些时候有这样的好搭档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是。人生中，包括我觉得在工作上有这样的好搭档，可以让彼此蹦出更大的火花，有更多的创作，所以跟他拍戏在一起还是很开心的。当然很开心。其实我们在拍戏，然后包括拍戏下来之后，我们就是他们看到的吴正才房间的日常，其实就是我们两个最真实的一个状态。就你看我们俩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搭档搭档。后台也是这样的，就是有些时候会斗斗嘴，那就是一种好兄弟的好陪伴，是一种好的友情。那现在我们让小白去准备一个神秘的惊喜和惊吓，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把现场留给少爷，少爷，因为我们刚刚都有看到这部剧里面非常精彩的演出，然后看到你们两个的精彩的演技，那所以我们也想让你把那部戏里面的那些歌曲，让大家回到那部剧当中，回到当时的那些场景，好不好？好。这首歌的名字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我们练过。大家举起手，一起来唱，好不好？会唱一起来。会唱的紧张，今天我嗓子有点，谢谢。我把我忘了，你曾给我的亏待。
像遇到一个正能量的榜样，其实也是很难得。有这么多粉丝这么爱你们，你想有什么话跟大家说？其实我想跟他们说的话就挺多的，因为今天，我跟小白在上海的这一场初见，就是我们的见面会呢，是，我们两个人就是第一次以公开的身份，然后做的一场见面会。因为上次在北京做的是握手会嘛，所以我特别感谢，因为刚才也说了，好多人是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我们，特别感谢你们能够远道而来，真的特别感谢。因为，大家先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因为确实工作比较辛苦，然后身体都不是很舒服，在后台。那没关系，我觉得有你们的鼓励，他们都觉得很值得，好不好？也谢谢你们。对，所以就希望就是大家一直都能陪着我们走下去，好不好？因为你们现在都年轻，才十六嘛，对不对？你们多的是时间，好不好？他们才十四，才十三，我走错了，是不是？十六是隔壁的了，哈哈哈。那今天你看，你一个人在台上唱这首歌是特别深情，可是你的搭档呢？就是我跟你讲，其实我的搭档啊，我现在就是你很享受一个人在这儿的感觉。其实倒也没有了。小白啊，他说他还很享受。哎，回来回来回来，什么情况？他们平时都说我怂。其实我看着他是有一点，但是我想问你们的是，是不是说怂？其实我是对他宠的一种方式，对不对？真的是这样。你说我人高马大，什么都大，我怕他，对不对？我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就是让着他，让他觉得他损我，他干嘛？我爱开心，乖乖的就好了。我看出来，你看那边有人举牌举高点，少爷两米八，是不是？你是说他哪里两米八？休息一下，休息一下，要不要再喝一口水？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没有，因为确实很辛苦，大家多多体谅一下，好不好？体谅一下，体谅。因为明天还有工作，还有握手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那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就是好的搭档就是这样，会给你更多的灵感，迸发出你更多去创作的欲望。没错，就像演戏一样，两个人好的搭档才可以。对，其实我跟小白，我们两个就是开始进入到剧组就很合拍啊。就是他是我在22个小念里面选的一个，真的是，因为我看到他之后，你咋那么花呀？22个选择，你我没遇到他之前哪知道他是这么好的，对不对？
会说话。所以当时因为我在很多场合就讲过，我说他就是他的眼睛有一种魔力啊，就是我当时跟他对戏的时候，就突然一看，但是看你是没什么，我突然对不起，我这样好，来再来一遍，就突然一看，我就觉得哇，那就是小明。然后我说没事，我愿意替小白的演这个场景，就是你看他的眼神、眼睛的那一刹那，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 partner。对，就是因为他可能之前也拍过戏，但是他不像我是之前就一直在拍戏，所以我演员做的小白算是我在拍戏以外的接触的最多的，就是我拍戏其实就是杀青了之后就回去了，但是像他的话，就是我们两个就经常能够见面，然后。现在又能在一起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就特别特别好。有些时候每天在一起，但是我现在提到他的话，我就觉得他到底在哪？你是想他了对不对？你们才分开一点点时间你就想他了？那怎么样嘛？我让你想还不行吗？那不然这样好，我带你去找他好不好？你是不是真心想的？摸着心说，真心想还是？行的，左边。好，对，外号叫什么？你知道？外号叫什么？好，那你要摸着你的心，说是真的有想他吗？对，我很想他。那我带你去找他，好不好？我带你去找他。那边小白在哪里？小白。瞬间像什么？你想到了什么？像就是你们看到过那种熔岩的喷射吗？就是火山爆发的瞬间啊！对，就是最嗨的时候了，达到顶峰。哇塞！好，所以下次要让你嗨的话，就让你演钢管就可以了。就你刚才说的，还没有体会到那个。我在旁边看到，我都辣眼睛了。所以我都没有想到小白有这一招，你们有想到吗？我问一下少爷，他以前有过这样的表演吗？是这样，就是因为你们看到了我有陪他去练舞嘛，对不对？
其实舞蹈动作呢我是知道的，但是他穿成这个样子在我面前我是真的没有谱。怎么了？你嫌人家不好？刚刚挺漂亮。我就说的是太完美，这个人怎么回事？对不起。那你评价一下好不好？你评价一下他刚才这个装扮，从发型到妆容到服装。他刚才穿了一件是不是就类似于欧根纱的那种贴身的那种，然后就是前凸后翘，然后一头棕色的卷毛长发，他好像给我擦了红嘴唇，刚才是辣眼睛。那问一下少爷，那刚才那个形象是你喜欢的少那个女孩子你理想的对象的形象吗？是。再矮这么一点就完美了，对不对？这么高一个女的就看着我跟我像傻骆驼似的。没事，她穿平底就好啊。对，所以你喜欢的女孩子就像刚才一样，有长长的卷发，然后前凸后翘，然后腿特别长，然后腿我只喜欢她。说了那么多，你把想把我往沟带是吧？我故意的嘛，对不对啊？那所以刚才这个互动，其实因为之前排练过舞蹈，可是不知道他会换成这样的衣服。那刚才在舞台上互动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感觉？就是除了火山迸发以外，火山迸发之后就，其实他应该现在去换衣服了，是吧？你想看吗？其实我觉得他就应该站穿这身站全场，对不对？所以一会儿再回来，我们再给他轰下去，好吧？但是我觉得刚才也不够，我们感觉哎，我们两个好像在台上做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是，我也觉得和大家一起，我们把那个勾着给他开的低一点，差的开的高一点。有剪刀吗？你们有没有剪刀？怎么了？你们怎么这么暴力啊？你们怎么都喜欢这些？你们这些看你们这么漂亮，一个女孩子怎么都喜欢这些呢？先撕我！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一下，虽然刚才那个是很不火爆，可是我想说小白非常有牺牲的精神，因为说实话现在的男偶像里面长得帅帅的男孩子有几个愿意这样去为大家做表演？对对对对对对，请你给大家掌声，好，送点掌声给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艺人在舞台上，谢谢你了啊。反正你是他家属，对对对，家属啊。我觉得其实他非常的敬业，然后非常的专业，而且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他愿意做这样的牺牲，我觉得很了不起。对不对？你要让我这样的话，除非你给我两百万，因为你如果要请假的话，大家也不会看的。对，对，重点现在也是懂我的套路。对，懂，套路是女生。好了，那我们看看小白有没有把衣服换好，好不好？刚才穿的是没有啊？刚才穿的是 Seven Crash 的衣服。不知道他等一下出来会穿哪一套呢？你们觉得是哪一套？不穿，你这么大一点事，谁在那不穿？你这吗？你这穿透力，我看你好像也没穿呢。哎，不要这样调戏人家好不好？对不对？台上都是黄花，不是，就是都是小美少女，都是我的仙女。对对对，我是不看到。好啦，给你们喝点露水啦，好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很可爱，这就是一个大家庭。有些时候，我觉得有什么样的偶像，就有什么样的粉丝。是是的，没错，我跟你讲，他们每天开着车啊，比我还快。有一天我，他们那个，我去做一个电台的访问，然后碰到他们，他们说：“少爷，你最近不开车也真的是有点无聊。”你就开始嫌弃到我了。我当时就说：“关你屁事！”然后我们两个就扭打在了一起。第二天新闻你看了没？头条：著名男演员殴打粉丝。请问是我那个被打的女粉丝在现场吗？是哪一位？你当她是群殴你们的？那样的话可能是他们揍我。对，新闻反了，新闻反的是你们打她的，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看到的粉丝这么追随大家，你们不需要我们两个，那我们走好不好？我们走好不好？好。我们看看换完妆以后的小白会变成什么样子，好吧？我们掌声有请小白。你看一下呀，你怎么把人家丢下一个？我不好意思。
你们刚刚不是说她漂亮吗？美吗？哎，你们刚才怎么答应我的？你们说了怎么答应？我说一二三，你们喊两个字，一二三。我们什么？帅什么？他们是说另外一个，你们刚刚有个动作是一个字，对不对？大家一起来啊！一二三，你们要怎么样？一二三，撕！他们要撕了你的衣服，哇！因为他们刚才我们跟他们聊了一下，就觉得你刚才穿女装挺好看，想让你一直以那样的装扮站在舞台上。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安排的，是不是？给我弄了一个喷漆刘海，奇丑无比，还空气刘海，我说我不喜欢，所以才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然后那个鞋也不知道从哪买的。这么长，哎，好，你见过女我穿四二四三的，她鞋我竟然掉了。你那个鞋是史瑞克的鞋是吧？怎么那么大？姚明的高跟鞋可能是。哎，然后刚那个裙子哦，这很紧身的呀，是高开叉耶。嗯，这他刚才跟我说过，他说你们这里面要不要垫点东西？他这个人是猥琐。不，他这是敬业，不是猥琐。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你刚才穿那个衣服还是蛮美的，是吗？就是高了一点。我刚才讲过，就除了高以外，其他非常完美。我就这么毁了，是不是因为这样？会不会因为这样你们就不喜欢？完美，是不是？完美。所以不会因为这样你们就不喜欢我？明天你看所有的小视频可好玩了。啊！我再补一句，不用等到明天，今天晚上就有你好看。现在就发好不好？我好害怕。看在我们刚有说，其实另一个角度是因为你非常敬业、有敬业、有专业，愿意让大家开心，愿意做这样的牺牲。我们把掌声还送给小白，好不好？你们把在后面，谢谢。没有，谢谢你们付出，愿意为粉丝做这些，真的很不容易。衣服就不要撕了，他穿的因为是 Steven Fresh， 不要撕了，好不好？好，那刚才呢，我们有让两位在台上互动，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一个福利。有没有人想上台来互动的？哎呦，洪荒之力都来了啊！那这样好了，我们请四位粉丝来台上一起玩游戏互动，好不好？我们让他们先把这个事情做完，先撸袖子。对，你选你的人啊，不是你们俩选吗？啊，你选吧，你们对人的活儿，你们一人选两位，好不好？好，那我们就说号码可以吗？说号码，报到号码的人在旁边跟工作人员确认啊，工作人员指引大家下来，好不好？四位，518号，你是傻吗？因为我5月18号过生日，你跟他51.8号，那我选5号，有没有5号？在不在？你们是几号？我们先知道一下，都不知道你们是几号。5号啊，所以是分1层和2层的5号是吗？所以刚才我们选了一个5号，那1层和2层的5号都来，好不好？好好好，来1层和5号和2层都来。嗯，好像来了，真的那个是吗？5号。哦，那你下来到那边确认一下啊。那你选2个，他选，到那边确认一下。上一个选2个。你选一个38，再选一个438，好吗？好，因为不是有483个人吗？对，楼上就是438吧，楼上的38就是438，下来吧，好吧？楼上有38吗？楼上有38就下来。38号在哪里？来吧。好，确认好，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大家带上来哦。嗯，好，那是楼上的5号，对不对？嗯，楼下的5号也在了，38号在不在？38号。楼下的38就是43，对，所以今天我们都叫好了吗？嗯，是有人吗？有人吗？工作人员帮我确认一下，都失踪了是吗？
好，那这样好了，趁今天大家来的途中，我就把这个游戏来说一下，由时间点来考验大家跟你们的默契度，一个比划一个猜，然后呢由两位来比划动作，由粉丝来猜，你们要分成两队，相同的时间里面，我们一共有一分半，就是90秒，谁答对的更多，谁就是获胜队伍，可以多得到一份额外的礼物和奖励，好不好？好，我们这边齐妈妈请工作人员把我们带上来。5号，1层的5号，2层的5号，38号和438号。对，数学语文老师教的。对，来，在哪里？上来吧。在哪儿啊？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他们都来了，你们要麦上来。哇，这妹妹使了洪荒之力来了啊！别捂脸。来了，都来了，都来了。好，四位中间请，我们就很快速地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吧？来，妹妹，往中间来，中间请，不要怕嘛，对不对？难得有机会，我不吃你，来中间一点哈。那我们一人跟大家打个招呼，你好，怎么称呼？贵姓？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炯炯。炯炯。小明。我们看出来了，今天穿得好性感的，妆化的挺完美啊，今天。所以你是几号？刚才？二楼。二楼。就是二楼，这么喘。好，跳下来的，给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敏敏。敏敏，你们为什么要笑？敏敏，抿嘴笑嘛。啊，敏敏，其实都是学艺名他们来的啊。那下一位美眉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猫姐。猫姐。啊，又为什么穿一只狗呢？大家好，我叫 Pina。Pina， 你好，我是 Tracy。Pina 是吧 ？Pina， 这好，现在都好时髦，年轻人跟不上节奏啊。好，那这样好了，那少爷和小白，你们来选你们的队友，然后分成两队，你们来 PK。那就两个五一起，两个三八一起呗。行，两个三八在一起。你好点。哦，对不起。两个38号在一起的。OK， 好，那就这样，那分好队喽，我们就站队站好，好不好？然后我在这边来计时。你们谁是38号啊？好，你们俩是38号。好。好好，站好了是不是？那我们俩要，你们俩也是，你们俩那个石头剪刀布，看谁先来好了。我们两个一起还是分开啊？你们俩分开，一人带一队，是吗？对，是一人带一队吗？不是一人带一队，我们两个一起比啊，一起，我们两个一起比划。我就想说，他们俩就是分不开，怎么分都分不开。对，因为是要比他们两个谁获胜嘛，不是比我们两个谁获胜。行吧，哈，我们两个一起。那我们不能看到大屏幕，这样字会穿帮，是不是？要不要再转一下？好，那你们再往前一点。我们不，你们就背对对他们，然后我们就闪一下，对对对，好不好？你要到这里来，你们可以看，你们要看清楚啊。所以我们就先给这队来比划，对不对？对对对，好，看清楚，休息。好，看清楚。你们俩看我们比划啊，不能看大屏幕啊。我们稍微再往这边一点点。我们会告诉他几个字是吧？不可以穿帮了，你不可以看大屏幕哈。好，来吧。好，我来计时开始哈。一分半钟，3、2、1，准备开始。嘘，配合。拔河。对对对，下一个来。大家不要讲了。嘘。有了，谁有了？不对，喜脉。这是一个什么动作？把脉。对，来，刚才两个来。来什么？不可以看啊。看一下2个字，什么？不是那个吗？什么？1拜念你，2拜中华，7次拜送入什么？2个字，我们两个这个仪式是什么？不对，只有交配没有交代。我们平时是在那个什么地方啊？对对对，来下一个。对，下一题。300万出得起吗？不出起，我就不要撕票了。撕票了吗？绑票。还叫什么？绑票还叫绑？对，来下一个，没看见。3个字。泰坦尼克号。好，时间到。3个字，泰坦尼克号，你们这边数学也不好。泰坦尼克号票，我怕了。果然刚喊了5分钟。
国的呀。对呀、啊，这那个他们要答对了几个？他们答对了几个？统计一下，三个，三个就三个啊。嗯，完了你们肯定赢不了。你们俩才答对三个，来，来我们换一组，他赢不了，怪我们。对他们，我们这怪不了。对我们，那你们加油好吧？两位加油，不要开大屏幕，就靠你们两个。我们这是君子游戏哈、啊，来。来不要看大屏幕啊！不能看啊！我们这边准备一下计时开始，一分半，三二一，开始。四个字，四个字是个成语。然后，你演那个状态。第四个字是。第一个字是。貌美如花。差不多。第二个字是。对。第二个字是在天上晚上会出来的是什么？晚上出来的。嫦娥奔什么？对，下一个来。聪明。哇！我们的电影。下一个。就我最喜欢的一个植物。蔬菜。有水。啊，对，然后第一个字是。吃口蘑。对的，聪明。下一个。扇巴掌。不是，两个字儿。还有一种。就是他做错事了，然后他本来刚才他很牛的在那说哈哈哈，然后突然没这样，然后他自己给自己打脸。对，来下一个，下一题。嗯，你家这样还好吗？这样，冬天。堆雪球，打冰仗。堆雪球，堆雪球，这么堆？堆雪球，哈哈。好，下一个。五个字。就是我们很无聊，然后平时没事干，在家就这样。五个字，妹妹。大眼瞪小眼。对。哇！厉害。啊，时间到了。好，时间到，真的。他们打了几种？六个。哇！好厉害哦！来，中间请啊！我们把两组都请上来，请到中间来，还蛮厉害的。我们请两位点评一下刚才你们的粉丝的表现，好不好？我觉得他赢不赢取决于我们两个。其实他们我们对第一对可能不太就是不太好，就刚开始一般后出来的都对，因为我们两个刚开始也得适应一下嘛，然后他们两个反正也是笨，说了实话对不对？不过没关系，妹妹，笨的人都好看，长得好看，好不好？好，那这样我们就也代表我们两位非常棒的刚才表演，把这个礼物送给你们，好不好？人手一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礼物，有亲笔呢，两位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两个，小白，来，所以可以抱着我们睡觉了。对，你刚才在后台有一次。送给你们，谢谢。四个人都有，然后抱着我们睡觉好不好？对，口水不要把那个签名给抹掉了，好不好？那刚才赢的两位还有一个额外的礼物，我们谢刚才输掉的两位，好不好？但是你们拿到礼物了，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还有赢的两位呢，加个码好不好？让你们在现场跟少爷和小白拍张照，好不好？哇！但是各拍一张吧。那我们在后面。好，我们各拍一张，好不好？等一下好了，来，先一个个来好了，对，各拍一张好了。你们三个人，不是，是你们三个人，对，没来先，对，你们三个人先拍一张，对，你们这样拍一张，然后再拍一张，长得好看就是你要，对，三二一，好，来换一个妹妹，眨眼不管啊，眨眼可没有第二次，潘立德可以做一个纪念。谢谢，以后问他要照片啊。嗯，因为他要片儿哈。拜拜，辛苦了。好，辛苦，喝点水，辛苦。谢谢。刚才两位的过去的表现，才让粉丝有机会拿到这个礼物，对不对？很棒。不过没关系，我们都参与就有礼物拿。刚才考验了你们的默契度，我觉得还蛮赞的，就是还是很有默契。对，大眼和小眼这么难都被他们猜出来了，他们都是聪明，其实好厉害。那接下来我们再玩一个游戏，好不好？这游戏叫秀你一脸啊。我们这个 part 里面呢，啊什么？秀你一脸？我是说秀你一脸，我普通话那么不好吗？秀秀不是秀又秀。你们这些，所以这个游戏怎么玩了？好棒。游戏是这样的，好不好？我们先上道具，因为这个表演好像听说有些粉丝见过，但是我还第一次，所以我们让第一次的事情太多了，特别是秀我一脸这件事情，
我们请什么工作人员先拿上啊？什么？就是我是第一次看到，你没有看过吗？没有，是不是？你们现在睁眼瞎了，所以真的是要秀给你。这种东西我们玩腻了吗？为了让你们重新找回当时的那种感觉，你们要不来个新花样，玩个新玩法？因为每次都是我去叼他的，这次他来叼我一次。还是你们双雕齐下，这次好不好？要几厘米？一厘米，好不好？有人说负一厘米啊，他们要负一厘米。你们吃掉了。你们有提要求的，是不是？对啊，你们要多长的？说，负一厘米。这样好了，好不好？我们先来个一厘米，好不好？一厘米，一厘米哦，两位记住是一厘米哦。我看到了少爷的鼻毛。一厘米，一厘米。太长了，这么小，喝口水，喝口水的，这个没意思，换一个，我们换个游戏，好吧？不过一厘米刚刚是有吃到了，不过被小白藏起来，但是有吃到一厘米，喝一口水，喝一口水，休息一下。好，那你看一厘米吗？对不对？真的一厘米，我是说这个刚好吃到一厘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玩这个游戏，就是以前可能没有玩过的，送你们吃，好吧？好，分旁边姐妹一点，好不好？那接下来呢，这个玩的游戏叫传纸片，然后其实很简单，里面一共有十张纸片，纸片呢分别是从大到小，大小不一，越来越小，然后我们要限时一分钟的时间，要把十张卡片全部传完。我先问大家用哪里传？那我这样好了，反正不可以用手，腿是吗？你到时候腿传给我看看。好，不可以用手，不可以用腿，那用身体的一个部位，你看可以。好，等一下，我要来计时，如果掉的话会有惩罚，好不好？我们从左往右，一张比一张小，一分钟以内传完十张就算胜利。如果错的话呢，就要从头开始。啰嗦，少爷很有病的。好，来，我们计时开始啊，一分钟。不争点气啊！计时开始。好，快，第二张。真跟狗一样。快一点，快一点，时间已经过了20秒了。快快快快快快！好，三张，越来越小，快快快！游戏了，是吧？对，我觉得特别厉害。
那刚是做了一个热身，但是因为今天确实蛮辛苦的，而且这么热的天气，大家也很热情，然后穿的很衣服。刚才这个在身体这么不舒服的情况下玩了这么多游戏，那这样好了，我们也让小白跟少爷稍微先休息一下，好不好？好，谢谢两位，先休息一下，再见。等一下，拜拜。让两位他们先休息一下，然后。你们自己有没有看过刚才 VCR 里面的内容？没有啊。好，少爷来了，少爷有没有看过？啊，好帅啊！他那个歌曲穿的衣服，你要结婚吗？刚才问我的故事，说刚才他们就一直在叫，然后说看了一个什么 VCR， 我没看过，我也没看过，什么样的？是什么？太犀利了！动画片吧。但是是成人的动画片哦。刚才有很多激情戏是在《不可抗力二》里面的一些花絮，那我们也希望不管是之前的一部还是二，都受大家的喜欢，好不好？包括多多支持，多多转发，好不好？谢谢你们的点击和点播。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舞台留给你们。刚才那个很激情，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让你们进入另外一个情境。好，小白刚刚还没有个人唱过歌，是不是？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小白来唱首歌。好，那就给大家。就让大家做一个美妙的梦，好吧？好，有请少爷和小白。那当然，我们给少爷安排了一个化石，让他来换台。我怎么不知道这个环节？哎，啊，他画什么你不可以偷看的哦。啊，等一下会有。我告诉你，给我小心一点啊，啊。怎么了？你摔倒了是吗？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吗？多装
我坐在少爷边上唱吗？其实他说的含义挺对的，因为我们两个第一个共同特性就是我们两个当时是男的。
看出来的。就当时就说的时候就说，哎，你不吃鱼啊，我也不吃鱼，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两个的第一个梗。但是为什么我会画这么大，他们也都知道。这是一个经济，我们两个就说到为什么不吃鱼这个问题讨论了起来。那他因为我想画一个他就是他最常给我表现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他其实的样子，他蛮喜欢，其实也不是生气了，如果生气的话我会把嘴撅得很高，其实有点小傲娇，对不对？撒娇，嗯，旁边还有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斜耳吊号的这样，对，然后旁边写着我，哎，真的跟那个就微博那个我总发那个狗的表情一模一样，这样。你可不可以美好点，人家这么有心。所以就旁边写的我媳妇不吃什么的，就是她就不吃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想说我写也写不完，这是谁来着？是谁呀？不是你吗？你反正不是我，你们别看我，又不是我。没有我就讲两句话好了。其实刚才我在台下看你唱那首歌，他画这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就是人生难得有一个好拍档，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在人生中可以遇到一个对的人，可以共同一起去工作，然后去生活，然后可以在舞台上做这样的表演，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你们有没有感动？有。所以你刚刚讲的很好笑，可是我在台下看，我是真的觉得很感动。画这幅画特别有意义，那这幅画做一个纪念，好不好？好。然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好，然后大家也把这照片拍下来，也到时候发到你们的朋友圈，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做一个纪念，因为每次都是一个纪念嘛。那刚才呢是做一个很深情的表演，我可以看到小白虽然平时很搞笑很好玩，其实也有很认真的一面，特别是你在唱歌的时候。那当然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我就要暂时要回避一下了，因为要留给他们两个人。这个环节我们两个要上场了。好，当然这个环节你们都知道是什么环节了，对不对？这样我先回避一下，看看大屏幕好不好？请看 VCR。所以你们觉得有赚到吗？这次那广州场还会不会去？好，你们说的，我看没看见你们的啊。好，那我们请二位少爷就坐。好肥呀，啊，他天哪，啊，二位少爷就坐啊，别在这捣乱啊。我们切入正题了，机器已经架起来了，你们让你看看乌冬采访人是怎么录是怎么录制的啊。好好，那么我们没有这么正式过，永远都平时就是说来就来，今天这么正式。我已经瘫倒了，累了，戏好足啊！太热了，天哪，我们快一点。好，我们快一点，我们快一点，太热了。已经耗尽。熊本怀孕了。对对，那我们第一题的各位两位帅哥听好，因为好多宝宝都私信我们说都没有听过小白叫少爷哥哥。你太抢戏了，给我站着不动好吗？好，站着别动。那么我们今天就小白认认真真的叫一下我们少爷哥哥，好不好？现在我们为你们设计了两个叫什么？来来来，我先为你们设计了两个情境。第一个是浪漫言情剧本，就是你们两个出去共吃共吃，然后小白想吃冻酸奶，少爷不让吃，小白你怎么要怎么样让少爷让我吃呢？还有呢，就是第一个情境，你先来吧。好，我想吃那个冻酸奶。别吃两个东西了。我想吃，别吃了，我求你了，你吃点别的。哥哥买好酥呀，是不是好酥呀？酥，当然就熊本，你振作，熊本。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个场上我就发现了一个男生，一会儿我一定要采访一下他。一会儿给你这个采
采访的机会。不小心看到他，如果一定要采访一下他是什么感受，好吗？大家都经常说你被我给打断，真的我完全插不上话的也是。那么我们第二个版本就是你们本色出演东北版唠嗑。什么意思？就是唠嗑，然后要自然的叫出哥哥，好不好？我们三二一，开始。哎，前面那嘎达有一个那个工作人员，给我拿过来。你别老吃东吃南，这多凉天，天天吃那玩意拉肚拉不拉肚子啊？那你跟谁俩呢？我告诉你，我想吃，你就赶紧给我买。天哪，我就要那个东方奶啊，给我装。别吃，我要加那个猕猴桃的，还要那个芒果的。我跟你说，今天我说啥也不能让你吃这个东方奶，听不听见？你已经吃的太多凉了，刚才吃了冰棍，现在还要吃东方奶，怎么的？你跟谁俩呢？我告诉你，哥哥，我就是要吃那东方奶，我就问你，你给我买不买？就问你买还是不买？眼神都露出来。我刚本来说想买，所以现在呢？不买。现在？怎么样？我买买买。我哥脱我衣服。把我本人扶起来，麻烦，谢谢。自己能起来。好，第二个问题。熊本是男的女的？我想问一下。一会儿给他扒了。怎么那么娘？无性别。好娘啊！别这样，来，熊本振作振作。好，来。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条微博说，在这个平静的下午，我想搞点事情。据我所知，然后发上了几张配图。少爷，你还记得你下去评论了吗？到底谁身边的诱惑比较多呢？本来今天挺高兴的，为什么要提这种事儿？我们乌冬就是探索你们内心深处的小秘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他们就是好朋友，而且那些都有的结婚的结婚，有对象的有对象的，是吧？是不是？是吗？对呀、啊，啊啊！你们相信吗？不相信。真的要相信。所以平时有很多，他就天天啊在镜头里面就说，现在这就是镜头啊。嗯。他天天在镜头里说你呀、啊，身边诱惑太多，给我说的我好像花花公子浪浪的。不是，本来你就挺多的。是本来你就挺什么玩意儿？熊本，熊本，来回来，熊本，你又摔下去了，你快回来。这边。然后你说，结果人家粉丝们帮我忙，这跟人搂脖告抱腰牵手，挎肘子顶着的，哪儿有都是他们管我。那你怎么不知道？你说你人一牵你，你就应该，你平时不是总爱跟我这滋哇的，怎么到人家那么配合呢？不是，是因为我不好意思。哎，你上那边去。就是因为吧，他们拽我吧，我就很正常，对。但是你一碰我呢，我就不好意思，所以我才回避。就是他们如果这么一拽你，我就会这样，干嘛呀？但是你拽我，我就会这样，是因为我不好意思。所以你是独特的，只有对你是这样的。好，那我们给彼此一个承诺，把身边的诱惑啊，怎么样？杀掉。杀死，科技干死。我们是乌冬是一个青少年节目，你们再说这样要播不出去。就是把柯基腿儿，把他腿儿本来就短，把柯基腿儿锯断，让他爬不了楼梯。柯基是谁？柯基就是那个，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只认识少爷，别人都不认识。你们再这样说下去，真的全部都要被你们带出场了，我们没钱付出场费啊。那么，除了现场的官方的问题以外，我们网络还向大家征集了三个问题，两个，好，不好意思啊。那我们第一个问题是，既有钱 Rich 问，两年后你们觉得你们会是一个什么状态？两年后，我觉得七个应该都出来了吧？啊，不，没那么快。两年出七个，就有可能一下子双黄什么的，双黄，因为我厉害。现在有那种速成班是吗？啊，就很快就批量生产。那不行，你太累了。所以两年后我们移民了是吗？对，在国外了是吗？嗯。所以你们看不到我们了，对不对？我跟去，我感觉你们在现场就跟飞弹幕一样，一脸不下来呢。对，他们真的就是现场弹幕，现场弹幕可以刷起来了。好，那我们看接下来第二个问题，第十七期少爷删掉的
聊天记录是什么吗？不是，我不知道他是删过评论是吧？在微信里面那一次，最红那一次。啊。但是今天我就行，我今天就给你们吧。其实那天我不是在删聊天记录，我是在改备注。哦，那我要听粉丝宝宝们问了，原来的备注是怎么样的？那你就是。哎，你们替我回答来讲好吗？一二三。不是啊，不是关你屁事吗？哎。好，那我们。这一题就这么圆满的结束了。那么我们既然乌冬是粉丝宝宝们的节目，我们给现场的粉丝宝宝们一些机会，好吧？好，哎，我们熊本，我看熊本也挺累了，给熊本一个机会，让熊本他不能说话，让他写到哪一个号码，就让这个粉丝宝宝提问。好紧张，我没有。熊本，你不要紧张，你好好写。我没有这样。乌冬采访间，我们这一期番外版都已经开到现场了。对呀、啊，太熟悉了，好紧张啊！呜，天，来，房间是多少？3183188，来，三一八，是哪位？去递一下麦克风，318的宝宝在哪里？是在这边，这边来，318。来，我们就往对往前面走了，好不好？然后我把麦克风递给你一下，就是你有什么想问我们两个的，或者问我们单独的谁都可以，好不好？嗯。然后你就给下一个人，好吧？行。来，宝宝，快，我们来问一下问题。嗯。我想问少爷跟小白。就是《不可抗力》第二部宣传期结束之后，你们还会在一起吗？就是《不可抗力》第二部结束之后呢，因为我之前答应过你们嘛，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答应能答应多久，但是我能做到的时候就一直会去这样做，我就答应你们说《乌冬采访间》不会停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希望《乌冬采访间》能够一直能陪着你们，嗯。然后你不是说过那个我们两个都说过不可抗力不说再见吗？是不是？所以我们一直在你们心里，然后你们也一直在我们心上，对不对？我们两个在心上。官方吧。官方吗？我好不容易想煽情一下，你们就说我官方。好，没有机会了。来，我们看熊本。黑马胖子，你去看熊本，你再写一个，就别在我这晃了。熊本写了第二个号码是365号。365号。365号，哪里举手？这边来，你到台前来，小心修正啊，少爷。来到台前来，到前面来，嗯。小心修正啊，小点声。哪来这么多美国？啊！你一脸嫌弃。就是想让那个孟瑞他以自己的那个身份给王博文写一封情书的话，不少于200字。现场写，那你们可以先睡一觉。写给王博文啊，不是少爷写给小念。口述好吧，少爷，我们口述一下。我静静的听着，你们都好会玩呀，你们的问题都好会玩呀。他好可爱。来，嗯，少爷。就是因为，我是觉得我这个字数肯定是超的。因为我对他的很多话，其实，不是说200字就能概括的。什么东西？我们算数了是吧？说不出就做好了。然后，我是觉得就这样，也别耽误大家的时间，然后。就是我从拍摄到现在跟他一直
从拍戏我们两个感情就很好，然后一直延续到乌冬采访间，到今天乌冬采访间搬到现场。我觉得其实这个，如果我们两个双方没有这种默契度和配合度的话，其实这个事情不可能达到现在的这样效果。因为你们也看过很多的，我们不提其他啊，就看过很多的这种，就是做到一半也不做了，或者是做不下去了，是因为其实我就讲嘛，乌冬是我们的日常，所以这个我在你们在乌冬里看到的所有东西，就是我对小白做的所有东西，就是这样。官方瑞，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哦，二楼的宝宝，二楼五十一号，麻烦五十一号是哪位？五十一号是哪？所以你就直接说好吗？直接喊出来你的问题，大喊你的问题，来。你们想吗？想。满足你们。好。对不对？好啊。你们也是想太多。OK。来，你还出题了吗？你。二楼五十一号，我在这里。哎，刚才那问题不是啊。我们啊，二楼在这里，在这里，看上面，看上面啊。好，宝宝，我想问小白有没有跟少爷打过乒乓球？少爷能抵挡你几轮啊？少爷就是我的乒乓球，我每天在家里打他，然后第二天你会发现，我告诉你，你有一天啊。一定会发现你在家全裸的躺在桌子上，然后呢被绳子绑上，身上都是乒乓球打上去的印记，好吗？少爷，你欺负我们熊本了，熊本，我们回家，我们回家，熊本，我们回家了，不跟他们玩了。你看他，回家那个死样子，回家，不跟他们玩了。乒乓球吗？我愿意。哦。所以呢？就可以，可以，好啊。你现在是就是假装在这强装镇定的，是不是？对，谢谢。假装轻松。对，我来喝点水。我来。哇，哎，你们这些人不去当记者真的可惜了。好会问哦，所以刚才你的表现满意吗？满意。把那个网络上的这个搬到了现场，你们看到就是他们生活中真实的表现和表述。大家是不是有点累了？所以我就想，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快一点？怕你们坐累了。你们都说男人不能太快，对不对？我们再来六个小时，好不好？好啊！就是刚才那个环节是让大家来提问，也是虽然我们现场结束，但是网络还有延续，也请大家网络继续支持我们这个乌冬，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让大家再更近距离的接触两位，所以我们又准备一个粉丝的福利环节，我们请工作人员拿上箱子。少爷和小白一人选三张，好不好？里面有粉丝的号码，然后你们把上面大家写的祝福给现场念出来，然后这三位呢，加三位就是六位，来到舞台上跟我们一起完成一个活动，一个比赛，好不好？好，一人选三张，选到以后把它念出来，先把号码读出来，请读到号码的朋友少女到旁边来，跟工作人员确认来到舞台上，好不好？电影会散场，情谊不散场，希望少年小白发展越来越好，天天开心。艾特深贵腐女。号码给人念一下。号码有号码下面，所以只说号码就可以。对，不，上面要念的，大家。109号，109号，他在现场，看看是哪个柜子里的。深贵腐女。然后来我念一个，我说过我会对你好的。一辈子。是来自一天米嘟嘟，然后00014号，14号，14号，一会儿给我。好，大家记得来工作人员处确认，来舞台上。少爷乘以小白，请问其他六个娃娃有计划吗？我想尽快看到梦想。啾啾啾啾啾啾啾。我们的号码是0120，120号，120，葫芦娃呀，然后我这边是兔少爷小白，这是什么？说啥？说啥？就希望你们红。
这个好，这个好，圣圣心128号，128号，对，有位在线上128号哈，刚才有14号、109号、120号、128号，好，四位请到。孟瑞许我，孟瑞许我，孟瑞许我。让我回你没门没门没门，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0291号，291号，再来现场291号。是错了。我这边是没错，我说出来的这句话。我这边就五个字，对，很简单，然后画了个爱心，孟瑞插小白。0086，插是。哎，你们自己看，我没有瞎编，真的是。对，孟瑞插小白画了个爱心，对吧？我从来不说谎话的。孟瑞乘以小白等于不可抗力，对不对？好，好像是个叉，然后有一颗星了啊。号码是86号。好，请大家刚才念的号码的六位到这边来，我们有工作人员带领大家来舞台上，好吧？刚才六位，谢谢你们的一份祝福。Hello，Hello。好，六位到舞台上。然后呢，来到舞台上以后，这六位因为他们送了祝福给少爷和小白，所以你们会得到一个机会，在现场呢有6张牌，你们可以上来选其中的一个号码，跟小白和少爷来完成这个数字后面的这件事情，好不好？写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好，来，有请，已经到现场了，对不对？好吧，美眉们先请上来，到中间来。左正步，提正步。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好，还有一位，赶快速度加快哦。Hello。好，刚才捏的号码都要来。注意安全，小心点，小心。好，来往前一步，这样好了。可以采访一下，近距离这么近看我们，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有三个词来形容我们。对，你每个人说三个词，不能重复，要讲别人没讲过。你先开始，三个词。好，三个，你第一个，你最占机会的，快。三个，好了好了，上来了，可以了啊，不用说了，没给他机会，对，没事的，都在心里啊，都在酒。这样好了，我们按顺序来，好不好？你先来，好不好？把酒干了。每个人说一。不不不，你先选一个数字吧，12345，你是刚才哪一个？你刚写的是什么话？你说一下。我就是第一个。刚才第一个写的什么话？希望我忘了。你。电影会散场。三人一起拍一张鬼脸，拍立得。好，那我们旁边的妹妹往这边让一点，好不好？往旁边让一点。那就把这个现场留给你们了，三个人来拍一张鬼脸的拍立得，工作人员请。这是一个福利啊，你不用做鬼脸也像，不用做鬼脸很好看，这也很好看。好，做个鬼脸，做个可爱的鬼脸吧，好不好？一二三，一起做鬼脸，好吗？两个做个最丑的，好，可以，然后你就别做了，这样好不好？来做你最丑的，三，有一个词语叫什么？三个字的，没有，那个叫暖男，好吧？谢谢你，谢谢妹妹，谢谢，你们俩好有默契哦，他估计姑娘都不知道，我就是。啊，你怎么了？你刚怎么做表情的？他刚很狰狞的，你就这样？哇，对啊，鬼脸你怎么没有做？因为他说他最讨厌看到我生气，对，对我生气就是他的鬼脸，所以我只被他一个人扮鬼。好甜哦！哎，我今天真的好，可以好给他面子，我终于可以了。今天不容易，智商在线。昨天晚上白面没白喂你。喂他什么？喂他可以了，下一个，下一个，谢谢。哎，你刚才写的什么话？祝福是什么？我说过我会对你们好的。啊，那你选一个号码，选一个号码吧。六个，一号已经被选掉了。五号，我的幸运数字。我们来看一下五号。哇！啊，公主抱，这样好了。会被掉吧？会被掉吧？我不要，你们公主抱。福利，对不对？转让的话是要收费的。没事，我帮你们。没事。哎，那什么公司抱你抱我呀？他说的是互抱。你抱不动他。哎，有意思啊！那你抱吧。公主抱，哎，甜蜜的。你别忘了，妈妈说你是我抱你实力加偶像。那我实偶。怎么抱得动我？抱。你不是说喜欢他上面吗？刚才说的。
好，一二三，公主抱。你温柔一点，把我放下。满意了吗？满意了。好，什么？还让我试一下抱你。他给我摔了，他抱过我。小心点，不要摔啊！你还是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小心点，你可以起跳一下，把气往上提。一二三，纹丝不动。一二三，啊，好，算抱起来。好，来，我们算抱起来了。一二三，啊，哇，好厉害！小白你很瘦，但是你力很足哎。快，人工呼吸。梦想。人工呼吸。辛苦了，辛苦了，还蛮厉害，你力气还挺大的耶，你把使出了吃洪荒之力，奶的劲儿，你把它抱起来了，好，好了，算完成了，好吧，下一位，我们换下一个妹妹是谁？好，你刚写的什么话？选个数字。我刚写的是孟瑞琦，我唱了。孟瑞琦，你啊。不是，那我们选一个数字，我娶你，好吧？来选个数字，选个，一和五选掉了，二三四六，六号，好，六号我也喜欢。好，两位给专属铃声，用那手机上来吧。好，现场录啊。那你想要听我们说什么？孟瑞娶我，孟瑞娶我。这样好不好？然后我说，我给你录三遍，我娶你，然后他最后来一句不可能。可以有，那我们保持安静，让他们来录这段彩铃，好不好？录好以后作为你的专属铃声，好不好？现场录制哦。好，我们就是就好高级 ，keep silence， 好不好？你到底有没有用过手机啊？多嘴，我开玩笑，对不起，我长嘴。我要娶你，我要娶你，我要娶你。这是一个骗局，呸！呸的好有力啊！我感觉你手机上都是口水，你要用我抱我，你的用意何在？他带了一把刀想捅你后面。好，抱一个，谢谢两位，谢谢。专属铃声送给你的，好不好？后面那个呸的真的是太有力了。好，下一位妹妹是谁？下一位，那你来好了哈，你来讲一下你选哪个数字，你刚刚讲了什么？你看，本人来的，人家说的是差，人家本人就说的是，他说孟瑞就比较差，跟小白比，所以就孟瑞差小白是吧？差。还有一颗爱心，来选一个号码是四号，来四号，好，来看一下，两人唱一首歌给粉丝听，你想听我们俩给你唱一首什么？你俩互相唱吧。他们怎么都喜欢转让啊？你们不喜欢我呀？对呀、啊，怎么回事呢？是我知道，他是喜欢我们两人，不是喜欢我们。哦。让我们两个给互相唱是吗？你俩互相唱，互相怼。你爱我却故意说不爱你，我不会唱这首歌，但是我可以继续编。啊，可以吗？满意吗？唱一首歌叫故意，是不是？你为什么唱一首我不会的歌？我人家是说你可以，你也可以给我唱一首，就是刚才是我给你唱的。好，对，现在你要回唱一首歌给少爷。小朋友不会，最想唱的。OK 了，是不是？很好听，唱歌的时候好深情啊。我们还有一位，下一位。我唱歌的时候马上一秒变认真。对，很深情哎。妹妹，你要说什么话？要选几号？说的是少爷陈意想念。什么？哎，妹妹，优秀。优秀，抱一个。
认识认识，这才是好姐妹。来选几号？开玩笑了，你们不是喜欢这些吗？好，妹妹，来妹妹选一个号吧。来，给哥哥选一个号。来，几号？一号被选掉了，还有二和三，二和三号，二三号，二号是来看一下二号。啊，选一个拥抱十秒。你们请有请转让，他转让给你们俩拥抱。所以这个不叫粉丝互动环节，叫粉丝出题环节。对，你们俩互动环节，报十秒，大家计时一下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对不起，我数学不好，精神不太好，对不对？好了，算合格吗？满意吗？好，谢谢北北，我觉得他们都很无私啦，愿意把这个机会让出来。还有最后一个，好，北北你好，你刚写了什么？说了什么？然后你选，啊，没得选，最后一个没得选了。哦，我刚刚说就是。好。贝贝怎么办？你选一个，在他们当中选一个顶额头对视，你怎么选？如果我选的话，肯定就是很以此动作嘛。对。你是转让，所以他你们现在上来这些举动是在保护自己，是吗？他们怕出去被杀，是吗？那他转让给你们就只能完成了顶额头对视十秒，好不好？顶额头，顶着额头，额头对额头。这样，我们换鼻尖好吗？可以。你为什么还要升级？你们从额头顶到鼻尖，好不好？十、九、八、七、五。最深情的时候为什么要笑场？因为你跳下来了。哦，这样就是。我们剧场好，满意吗？谢谢谢谢谢谢，还不满意吗？为什么就要给你们留点悬念？给我悬念去了，悬念，广州场，好吧？好，因为广州场我准备玩把大的啊，什么？先预告一下，你要现场脱衣服还是现场给你摆张床？广州场要不要摆张床？到时候记得买到现场抬过去啊！广州场子真挺大的，可以摆一张，真的摆下，摆得下的啊！你就在双场，你就在床上唱，全程我们就在床上，好吧？到时候放个大招，放个大招。到时候我这个人说话就是不算话的，所以你们就当我放了一个东西，好吧？好啦，那到时候大家那个广州要多多支持，好不好？好，那喝一口水呢？其实今天也到了这个环节，之前我们有特别准备，让你们进了一个小黑屋，是不是？还有印象吗？当时被抓进去，有，抓小黑屋，当时你们俩不是一起录的？对，分开录的。分开录的，其实每个人在小黑屋里面都讲了一段话，讲了什么话是讲给谁听的？其实到现在为止，你们俩都没有看过，没看过，没感觉又中了小助手的圈套，就是小助手。其实我偷偷有问过小助手，但是他说绝对不可能给我看。啊，真没给你看，对，真没有，连我今天上场前都没看到。你这么，那这样我们这个话呢从来没有曝光过，然后今天跟着大家一起在这场见面会上，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在小黑屋里面说了什么，好不好？我们到旁边来椅子上休息一下。我们来现场。不想看，好紧张。大家好，我是弹幕刚当前面的主播，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然后我是跟越熟的人我越拆着台，越毒舌。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跟他是交心的朋友的话，我可能不会去有一些顾虑，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我的话语或者是一些什么事情伤害到我的一些朋友，包括对少爷和对整个我抗力的这个大家庭来说，我都有一份愧疚在里面。而且大家在看我平时生活上日常包括乌冬，就感觉我在欺负少爷。其实没有啊。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欺负别人是一种爱的表现，所以今天什么人都没有，我自己对着琪琪讲。
其实我是感受到少爷对我的这个很特殊的，怎么说呢，我身边也有朋友，可能少爷对我这份感情，在大家眼里看好像就是很甜然后很暖，他自己没有做过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他为我做出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包容的爱。所以其实我都知道，但是我就是不表达。所以我今天自己对着机器，我也是想谢谢少爷，他对我做的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可能是我的一些平时不太会表达，但是我今天想借着这个机器，就很真诚的跟少爷说谢谢你的出现，因为有你我才有不一样的一种感觉，这个是在我这个人生当中还没有出现过一个这样对我的一个人，接触过所有的戏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布谷康丽的团队，我觉得很有爱，就像一个家一样。整个团队，整个这个导演组啊，然后还有工作人员，就像对我特别好。可能我从来也没有说过，然后我的表达也很冷血，但是我是那种，如果你有事的话，我绝对会第一时间出现的这种人。在这里我也谢谢那个康丽给予我的所有，和我很幸福的遇见了我和康丽这个团队，这个夏天可能我一生都难忘吧。然后最后我就想跟不可抗力的粉丝，包括跟了我6年的不容易们想说一段话，就不管是他们跟了我3年还是6年还是刚刚认识我其实是个很普通的人，然后我个人觉得我唱的没有那么好，演的呢也没有那么好，然后我平时不太会说话，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在他们眼里看到我的闪光点，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你们在，我才有动力去继续的去努力。我总觉得我很对不起大家，就是我真的不能为你们做什么，我只要有你还有一个人在，我就会唱给你们听，演给你们看。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陪着我和少爷，然后还有我和康丽，期待我们第二部，还有就是可以一直在我们身边，然后我们一起成长，然后一起去追逐梦想，一起去做自己开心的事情。感谢不可抗力的出现，感谢少爷的出现，感谢不可抗力的粉丝，感谢我的布鲁米，感谢所有在生命当中出现然后帮助我的人，我会继续努力，不会让你们失望，加油。其实生活当中没少虐你，然后也没少欺负你，但是你还可以就是猛大度的包容我，然后给我这么多关爱和照顾，所以我平时也不太会表达，今天就在这跟你说一声谢谢，你做的这些我都记在心里了，所以我只能用我们接下来的日子，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然后也希望你也可以一直的在一起吧，跟我是个很好的一个朋友而已，还是什么，就可以一直到老了之后，我们可以一起还在这个当时我们拍《不可抗力》就刚刚见的那时候，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也希望我们可以到老了还是很好的。谢谢你们的出现，然后也谢谢你们的帮助。
爱我。就是，我不希望，我也不是说乌冬不说再见，然后我不希望乌冬有其他人。可以真的在一起吗？就是，少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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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西能够记录我们两个人，就是多年回头，我可能我们在八九十岁的回头的时候再看看说，嘿，我们两个之前是 CP。结局是什么样？还是以后我们有过这一段，然后，一直有这样的梦想陪着大家，我觉得这就够了。所以，我也想对着小白讲，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夏天让我遇见了。我们说好了，到八十岁的时候还是要做让彼此微笑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刚才这段话，因为我是第一次跟你们接触，其实，我想说，人一生中在茫茫人海能够遇到一个人，然后几率是千分之一、几千万分之一，然后能够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能够一起去工作的，然后。能给给予一份情感的，我觉得更难得。其实我在台下看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好羡慕，因为好祝福你们有这样的一份生活，有这样一份遇见。那当两个理想你们都没有看到，对不对？先问一下少爷吧，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这个小黑屋，小白给我录的这个也是我真的是第一次看，然后。我刚刚在这个小片子里面讲的是对于不可抗力的粉丝和小白讲的话，所有东西都是像我们拍的乌冬一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日常，也是我们的一个心里话，只不过是借着一个机器去说给你们听而已。因为我想跟你们交流，我觉得我不想把我们的距离越拉越大，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想。其实那个演员呢是一个塑造很多角色，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很脆弱的一面。其实演员都很敏感，因为他们要去诠释不同的角色，诠释不同人的情感，可能有些时候会把自己的那份情感给掩藏起来。借着刚才这样的一个情境，你说那些话，你是不是很怕有会分开的那一天？不会分开。其实我有，少爷不哭。其实我有答应过他们的，不可抗力不收费的。小白呢？我跟少爷就是因为这部戏嘛，所以我觉得当时我们两个接这部戏的时候，其实还挺有压力的。不管是原著啊、改编的，还是说题材，包括等等，他也之前很有压力，然后我们很努力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很用心，包括我们注重了所有的细节。包括这场见面会，我觉得很特别，是第一场见面会，希望以后大家可以一直陪着我，陪着我跟少爷。然后我觉得我跟少爷遇到就是一个最大的不可抗力，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支持我们的不可抗力。我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是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可以开一个这种的演唱会，是属于。自己，我之前开过。
是每一个艺人在在你看到在舞台上他们光鲜亮丽那一面的时候，其实每个人在私底下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梦想的时候遇到那么多坎坷和挫折。就是我做梦梦到我开演唱会或者开这种见面会很多人，所以我没有想到我竟然最多的人的一次见是我拍戏，这都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不可抗力算是提前实现了我的梦想。然后我觉得我也是唯独还有一个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上开个自己的演唱会，这是我最后的一个。所以少爷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他希望他可以获奖。我觉得我跟不可抗力的粉丝就是你最好的奖品，然后我希望少爷可以之后有很好的发展，然后我们会一直陪着大家的，好吧？谢谢。我真的会有成长。我想今天看到他们在舞台上在一起，我想人生会有很多不同的经历，会有很多成长，但是无论如何起码现在人生不谈未来，现在我们享受这一刻，很尊重这一刻，很珍惜这一刻，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好不好？那最后我们把这些情感化成一首歌，化成一种祝福，除了彼此的陪伴，我觉得也要谢谢你们的陪伴，因为你们他们才可以站在这里，因为你们才有今天的这一刻，好不好？我们用一首歌来表达今天的情感，不管未来是怎么样，不管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只要那一次就好，一定会在一起的。我们把这个情感放这首歌里面，请大家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歌，一次就好。那有请上来开始。
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呼吸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荒地老，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在最美好的青春遇到彼此，在最美好的青春遇到你们，人都会孤独，人都会寂寞，但是还好有你在，和还好有你们在，在你们的人生里面，你们遇到了他们，用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角色和他们的情感来鼓励自己去寻找更好的未来。你们在人生中遇到彼此，经历过这一段的情感，不一起的工作，然后一起的成长，给彼此留下最珍贵和最美好的纪念，在我们最美的青春里面，谢谢你们，也谢谢两位，谢谢谢谢。最好的他们和最好的你们，就像刚刚那个美美举的最好的瑞和文一样，好不好？大家都要好好的。那今天真的是，我觉得虽然是一个很开心的，但是又充满了感动的。最重要的是你们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情感的剖析和他们内心的对大家的表白，对彼此的表白。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难能可贵的情感，希望你们好好珍藏。彼此好好珍惜，好不好？好，就像跟你唱的一样，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一起慢慢的变老，一起去经历和成长。接下来这种广告都不知道怎么说得出口了。好啊，谢谢独家服装赞助 Seven Prince， 还要谢谢独家手机直播合作平台拒绝平台热播 APP，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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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我们的第一场森林，我其实也很感动，接到这个工作，我没有把它当成是工作，而是陪你们跟大家一起哭，一起笑，觉得很感动。就像刚刚讲的一样，因为你们遇到彼此，因为你们遇到他们，他们遇到你们，才有今天。好，少了谁都没有今天和更好的未来。我们现在有300人，对不对？3000、3万，我们希望越来越多。我数学不太好了哈。那最后，我们也请少爷和小白，还有什么话在今天最尾的时候要跟大家说？谢谢你们能够赶到这边来参加我们的第一场见面会。对，那因为第一场见面会对我们两个来说，我相信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样，意义不一样。对，所以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到你们吧。好，那我们就广州见，然后你也陪着我们，好吗？那我们就广州见到你们每一个人，好吧？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这是一个开始，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忘的开始，因为你们，我们才可以走得更好。也谢谢你们每个人支持，谢谢你们，谢谢。也谢谢小白，谢谢少爷，谢谢你们的真实的情感。拜拜，再见，让我们感动，谢谢两位，谢谢。谢谢小白，谢谢少爷，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还要再拍个照，我想留一个纪念。来，拍个照，我们跟大家一起拍个大合影，好不好？我们请工作人员先来帮我们和大家一起合个影。我们20号有上海的握手会，27号有广州的见面会，第二部上线，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先一起来哦，大家都比爱心，好不好？谢谢。我听见远方山河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心。最好的你是
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让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